一头汗。今天是8月19，是宝可梦4.0开售的日子。我之前不知道，今天呢也是我闺女4岁的生日，所以她还不在北京，所以开包的乐趣我帮她来体验一下。话说啊，这个起始包所有的店都没有现货，而且要卖也是卖开过的，还比原价还高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我操！你们想增加一些新的用户，连起始包的生意都不做。我今天在外边问了好多，一个起始包拆过的他都要卖30，他妈原价才30，他把那张值钱的卡拿走了，他还卖30。我只能从小黄鱼15块钱一包买了2包，但是今天生日，先开补充包肥包。浓墨重彩啊，一个电一个梨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开包之前先喝一个可乐啊。先开这盒梨好了，梨里边有什么？有这个火龙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完全是因为买不着起始包，才给我闺女买的这个肥包补充包。哦。一包一包来吧。牛。这真是地鼠无眠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彩豆优雅猫喷火龙 R， 喷火龙 RR， 哇哦，喷火龙 RRR， 哇哦，这第一包全是这些吗？还有一个藏马然特，我操，这不是剑盾吗？我了个妈呀！第一包哦，你继续啊。第二包，海拉斯。哎呦，这个优雅猫好像还不错哦，小小象，好可爱呀！宝宝熊 ，欧卡利克，浓烟滚滚，哦，能量 ，R， 哦，丹地。这就来丹地啦，你对我也太好了。萨奥德，我操，这个也，我去，妖路普，我操，这多少钱？我靠 ，HR。我操！
我这第二包，这是肥包第二包。看来注定我闺女要入坑宝可梦啊。这是啥？斗篷，闪斗篷。杂耍。小火龙。哦，火恐龙。养鸟人。哦，狙击销售耳。基格尔德耳。五天鹅。沙河马，这都没啥吧？大鳄鱼，这什么？铝钢龙。以优路普，以优路普，我操！谢米，苍响，说是不是买了补充包就可以不买起始包了？这是什么？岩狗狗？我操！泥巴鱼？这是啥？RRR暴飞龙。这张藏马人特，普通的吧，这是。也、yeah。坚韧斗篷，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。不懂啊，我不懂，勿喷，不懂勿喷。这是什么？拳拳叫。哦，岩石系的。哦，敖萨德，萨敖德，戴拉基翁，卡比少，浓烟滚滚。花衣蒂亚卢卡，盔甲鸟 C， 这个是什么闪啊？暴飞龙，又一个暴飞龙，钢铝龙，雷吉洛克，哦，波音，超音波幼虫，又是岩石系的，让我打岩石系是吗？又是藏马然特啊，两张啊，那不值什么钱，估计。黑鲁加 RR， 黑鲁加，鸭宝宝。喷火龙一张，
哦，母婴，我操，这是啥？SR 一张，欧尿，SR 一张，我操，巨螳螂，这个也还行吧。丹地又一张丹地，玛雅，玛基亚纳，这是啥？铁哑铃，这是什么？又一张玛基亚纳。五天鹅，这张 S，一张 S 的五天鹅。基格尔德，树枭。泥驴仔，哦，岩石能量一张闪卡，哎呀，喷火龙，喷火龙，谢米，苍响，又是一张普通的坚韧斗篷。战境温泉，我操，这是什么球的？这是一张什么球的？这是大师球吗？种子！哇哦，巨炭山！HR 巨炭山！巨炭山，啊，蒂亚卢卡，战境温泉，开箱过半了啊，感觉那个 HR 的还不错，不懂啊，新人不懂，勿喷。这也是大师球了吧？这是大师球了吧？还是什么球？我操！小夺？这张小夺？星星闪？星星是什么闪啊？兄弟们！嗷呜！嗷呜！又是藏马人特，这么多藏马人特，星星又是一个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裂空座。哦，这是一张普通的吧？伊奥鲁布，刚才有了。狙击销售，这也是，我操，这个什么闪，闪起来还很好看的样子。这个闪起来很好看的样子。铝钢龙，联盟职员。联盟职员，这是一张
是球吧？暴飞龙，二二，又一张暴飞龙。哦哦，伊欧鲁普，二二二，二二二。啊哦，卡比兽，卡比兽一张。哦，盖诺 ，OK。哎呀，圈圈熊，星星，星星闪，螺钉地鼠，拳头，又是一张岩石系的拳头闪，头与枭，这张普通的，这张是 S， 这是一张 S， 喷火龙，一个 R。带垃圾，加油喇叭。哎呀，漏漏漏漏漏，五天鹅一张。哦哦，莱西拉姆，这是一张 A。巨碳山 SR 巨碳山，我操，巨碳山我三种好像都有吧。 SR 巨碳山，哦，巨潜螳螂二二，玛基亚纳还有一张能量岩石能量，又是一张苍响，苍响大钢蛇，一张可爱的大钢蛇，暴飞龙，二二二，暴飞龙好像刚才有一张，狙击销售，丹地，我操，我三丹地三个三张闪了。逆境手套，利欧路，这是一张，也是一张。我操，我为什么岩石系的这么多呀？鸭宝猴，一张 S 鸭宝猴，枪响，格里基德。哦，坚果哑铃一张，喵喵，又是一张喵喵。哦，没有，木销售，木木销，巨碳山，而巨碳山是越来越低呀，各种巨碳山我都有了，一张蟹米。还有四包，兄弟们，四包。喂，加油喇叭一张。我靠，金属怪。哎，一张二二超甲狂吸，藏马然特一张，蒂亚卢卡，这张黑了，联盟之源。没开过包的人我都知道黑了。哎呀，走你，头
头掷猴一张，卡比兽，巨炭山 RR， 又是一张巨炭山，钢铝龙，雷吉洛克，泥巴鱼，最后两包啊，一块来吧。丹地，第四张丹地，浓烟滚滚，以欧路普 SR， 哦，黑鲁加 RR， 长得很吓人的样子，黑鲁加，盖诺塞克特，浓烟滚滚，意境手套。最后一包彩豆，哈哈哈哈，支援者彩豆，熊宝宝，哦，好可爱的熊宝宝呀，狙击销售，有一张一代技能，一张卡比兽，好，所以我的这包基本上完了，给你们捋捋。